又再落车休息。今次个镜头角度唔同咗喎，有冇留意到呢？好，最后决定兜山你一个圈，兜大半个圈啦，应该要掟个左弯啊嘛，咁好玩。OK， 一阵间先直落风车位。咦，唔系喎，呢度原来上翻去啊 ，easy road 同难路啫，我来咗条极难路咁解啫。好，嚟个记录啦！头先由呢度落嚟咧，有三条路拣嘅。呢条系 Easy Road， 我落咗条烂嘅路。呢度有条 Easy Road， 而家拍一拍条 Easy Road 俾大家睇啦。哦，原来我上次行 Easy Road 啊！啊，头先补翻飞喺边啊 ？Easy Road。但系 Easy Road 好樂趣喎，因為有上有落喎。心思思心思最难嘅，算啦。呢条就系环山顶啦。右手啲去咗條風景路添，右手邊嗰個係影相位嚟啫。時間關係，中。Happy hour 完成，仲有啊，哇！呢度上上落落咁啦。Attack position。哎呀，又是唔记得咗冲行啲。OK， 个机反应有啲慢，同我一样，反应有啲慢，慢啫。Go， 有少少等啦。唉，落晒啦，睇下落去边。
正。Triple X。哇，爽啊呢度咯，原来就 connect 呢度。